Huai'an City in East China's Jiangsu province, is developing a green food industry chain, which helps boost local economy and people's income. 那么食品产业呢，它一方面联络这个一产，同时它也带动二产，因为通过农副产品的深加工，必然会推动农副产品生产的优质化、标准化，同时食品产业的发展给冷链物流，包括电商销售，也带来发展机遇。 Leading green food companies, family farms and cooperative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the green food industry chain. 啊，淮安的农业资源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业化，然后提升它的附加值，所取得的这个价值提升呢，一个是留在我们淮安本地，也带动了我们春节的这个组织和农民的这个增收。 我们想把我们的绿色食品打造成淮安的一个地标产业，通过这个优化产品结构、筑强骨干企业、知名的品牌，为我们淮安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呢提供重要的支撑。